想着背书的人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哎，大象思维，哎，嘿嘿，就是你了，你来说什么？你就在平常中在什么？这是灾难吗？这灾难是吧？你看看，这灾难是吧？你再看，再看，我想着这个时候偷偷给别人掰手腕。杨明，我就想说了，你要是推我的手背，我说你是推我，是推我。哎，我告诉你，你要信啊。就你举起手，放松，松松的，越松越好。高度跟你的心脑门成水平，成水平了吗？啊，放松，你见了没放松？这玩意儿我媳妇儿不放松，你这还是有劲。啊，对，一点劲也不使，还有劲儿，太高了。啊，轻轻的举起来，轻轻的举起来，往上去，高举，哎，对着脑门，高举啊，哎，对正，别有劲的放松，把这事忘了行不行啊？行，忘了，现在你啊，想在后脑上，别想啥，我推你，你也想后脑上，你看这个劲儿，你看这长劲儿。看你这个劲儿，啊！你就不想长这个手，就想你这地方。你看你这个劲儿，你看他打我，你知道吗？我叫你去了，我这反正你这么造，这就是反向思维。我告诉你了，这是南极碰上对方的时候像北极，就这种想法。搁那地球上，地球南极碰上东西，我想北极，结果说那个就反射到这个地方了。你看那个是不是？那这就反向思维，太极拳的所有动作都是这个。让你们都说一下，龙须腰部，你看龙须腰部，就使劲开，我就想到我这个手。往我后边的脚后跟儿，结果这个时候就产生了那个傻乎乎的那个气儿打屁股上了。啊，你像孔院长，哎，孔院长，你看我孔院长，或者是下边这个时候打的，妈的呀，就是这个手，这个手，就是这个手，你这大妈，就是这个手，啊，你看打你，你看就这个时候打你。空手道，空手打的人，哎，真正的空手道是咱们这个啊。刚才是那么着打你了，你看人这上一个这手打，这个，哎，这手都是这个手打的你。想空手啊，转啊，这太极拳是用哪个手不想哪个手，如果你用哪个手想哪个手啊，那叫双重，每件速度成功不能用的话叫双重自定位物啊，哪个地方碰上哪个地方那较劲，那根本的这个太，根本不是太极拳，那门外汉，对不对呀？你必须想那个相反的方向啊！你像太极拳是五次屈跤，用跤的时候，你这么有跤就不能想用跤，踢右腿就不能想用踢右腿，啊，是吧？这么有跤想左跤，左跤蹬地，右跤踢。右脚蹬，右脚蹬你的左脚蹬，相反的啊，经济动力要提起顶的啊，顶那个单子的搞啊，一下子给他顶死了是吧？哎，那提起的不要想提起，一下提起都不行了，想这个左脚蹬地，右脚起，右脚蹬地，左脚起，这个单子的横劲儿。啊，就相反啊，用左手，
用右手你想左手，用左手你想右手，啊，不是，用右手向左交，哎，用左手你向右交，啊，哎，不是，用右脚你向左手，你要蹬，蹬是成掌掌，成掌撑，脚这点上是中指无限，比无限远，哎，想着后面。哎，动哪个手不想哪个手，动哪个脚不想哪个手脚，用哪个手不想哪个手，用哪个脚不想哪个脚，啊，全是反的，啊，这个，哎，就是拳掌勾脚勾，哎，左勾右勾。啊，双勾，用勾的时候向这个掌，用掌，用掌的时候向这个勾，这个反过来就行了。你不是看着前面，你想着勾后手，这个掌就推人吗？啊，哎，这个，就算这个。太极拳的无非就是，啊，用掌了，哎，用拳了，用脚了，用气了，是不是？用肘也不想肘，想肘不找前进，或者后肘找前肘，就是不想这一肘。哈哈，对，你看是不是跟平常人想的是相反的呀？把它扭过来，哎，对了。你就进入这个太极道太极门了啊，你可以随便举一个太极拳的例子，哪一个动作啊说出来，我告诉你来小妹他这么出的劲儿，对不对？你举不出来的时候我就给你讲我看一个人呢写文章，这是教拳教人家用手啊，算悟性高的啊，这三个月就有气感，啊，坚持大练，啊，就能怎么着怎么着，再练一练就能怎么怎么着。我告诉你，你马上就出功夫，哎，你们聪明人，我一算你就知道了啊。哎，这用手走的是三宝圈，手交圈、肘膝圈、肩胯圈。三道气势中心圈，我那个新书上序论里边就讲到这个了啊。你看啊，我手交圈这么走呢，我这个手到这儿，我是跟这个左脚的脚趾跟说话，想呼应，想照应，哎，再继续往前走，脚的外侧了。再往前走就是交的小指指节盖，到这儿是交的大指指节盖，一翻手就找这个右交的交大指，交小指，交外指，交骨盖。你只要这么一点，这么一走，你的手上就不疼的了，就有东西了。啊，哎，这是手交圈了。左右都是一样的啦，啊，你听听，你听听这手啊，你扶着这手啊，哎，你看懂没有？看懂没有？看懂没有？这是手交圈了，对吧？这是个肘膝圈，你看是我下面的时候摸我这个左边这个膝盖，左边这个膝盖躲我这个手，我要摸着右边的膝盖，这右边的膝盖硬接我这个手。我这个粽子要倒着上来，这上来躲我这个手，这手是手腰圈儿、肘膝圈儿、肩胯圈这么走的啊！你听，啊，哎，哎，你看，位置去啊！你看我是肩颈转盘的，你看右肩颈到左盘的，这边呢，啊，我左肩颈到右盘的背后走，
那是监察权，背后他就是你看，你要这么往这边弄的话，你想到这笔现金来找这个款项，他这样就出现了。哎，你看有了，哎，你要用这个手艺，哎，你像这个现金来找这个款项来，你这么你看拿起过来了，哎，你再说用这个手，不要想这个手，想那个手要帮你的膝盖，那个膝盖不要帮，用了。哎，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要硬件，硬件，这个中指要早点，我再讲，我躲着中指，你看是不是打起来？那么咱们大手，我再打上了，你看我，你我偷偷的我这个中指要早点上来，你就这样了，你听着不大，就算你掌握了这巧术，你当时你就出功夫。他有个三六零八年，哎，这么着啊，这个三等气势重心圈，这个大学里面是普遍的啊，颜色重的标准啊，肩头胯胯就走细瘦走向，啊，这位这个肩头胯胯就走细瘦走向，这位也是三道，也可以这么走，手脚协同，手脚协呼应，啊，然后肘膝相合，肩膀相合，也是三道。你看，一往后走呢，你看，手肘接，开过，肩中手，是不是啊？手掌接，开头接，切开，交开，手上，这手上就有了东西了，啊，那么要是平常踩过来，你看手掌接，接掌手，你看接马圈，手手脚圈，周心圈，接马圈，接马肘膝手脚也这样了啊，你这样搭起来很也很自然了，是吧？手肘接肘手，手肘接肘手，你走起来很自然啊。哎，而且就我告诉你，打拳这么样省心，这么样省力，而且能出功夫啊。哎，用这练拳的啊，加桩子啊，又加三练桩子，又是加八练桩子啊，这是加桩子，又是擦擦脑座啊，这个太极拳啊是一步一个桩啊，一步一个桩，什么桩呢？中顶桩啊，你看那过去这个就是桩啊，对不对？哎，你能调整的感觉到别人推你推不动你的时候，这就是个桩了，明白了吗？哎，到这个，这又是一个桩，从头顶到脚，这就是一个桩啊，就是不管蹲过以后坐过，一舞一个桩，哎，就是那个大圈里边的假装。你看我们练的，我先看这么放了是吧？这站了老半天，然后这个左脚一扣，右脚一摆，又摆到这儿来了，哎，再站了摆了老半天，再倒过来，这就是单抄，这不是装吗？哎，你得站上以后啊，人家都来推你来了，你得能够应啊，能够应变才行啊。你就站在这能应变才行，这么来回都得应变才行，那叫中定，是吧？那个这也不装，这也能应变，是吧？说起脚踢不踢，说蹬就蹬啊，说这么着这么着，你这那这也不装。
哎，这个装在哪里？就在两个肾脏的腰子。像我哪条是湿腿的话，像我这左腿湿腿，我左边这个腰子这是粥啊。好比那个窗上不是有个粥吗？门上也有个粥啊，火焰那个粥啊，哎，那就是粥，中粥。哎，你想这么动就可以啊，这个塞上去装，立住那个腰子啊。所以啊，打拳跟站桩子一码事儿，打拳跟参禅打坐一码事儿，全禅如意。为什么叫全禅如意呢？啊，我站这个桩子，我就想一不想二，又省心啊，还得出功夫。这个窍门在什么地方呢？你就把意念搁在你那个实腿大腿后边正中央的一点儿，哎，大腿后边正中间，上下左右的正中那个地方，那个一点的意念搁在那儿，你就站稳了啊。功夫要怎样？你就搁在那个实腿大腿后边那一点，你就站稳了。你来吧，我照样给你啊，可以应变啊，是不是？不但可以应变，我这手上有东西，也不是空的啊。因为我想的就是一，所以我就省心了。我想到一以后，结果我这劲儿出来了，我也就省力了。省心省力是什么呢？省的精气神。哎，养生养的就是精气神。要不怎么这样的话，你就乱动，盲目的乱动啊，它耗散精气神，耗散你打拳亏了本了，那怎么行啊？啊，以后呢，有需要不练手就推到这个程度以后，如果你再想这个时候还往前推啊，完了，那叫自己害自己，那叫贪功，叫伤气。重心到了现在以后，必须马上一点转到这个。左手不能再想右手，转移到左手以后啊，这个右手才能出功夫。哎，这样就不耗散自己，推了别人还不耗散自己的精气神，不耗散自己的生命能源，再就叫养生。所以他的练的时候，一年就想一不想二，在一个时空点里面想一不想二，你看省心不省心啊？多一是万事兵。一念再万念，以不变应万变，啊，就一念想一，每一个姿势一念就想一，啊，这个我在心术上每一个动作都比了一下，啊，你按照这个练，肯定你掌握不快，你敢建议你，啊。想你这个耳梢，耳朵这个尖儿啊，这个狮腿的右腿就像耳右耳尖，哎，这里精神出来了。重心换到左腿，我就想坐着一下，这里会吗？对不对啊？哎，一想坐着尖，这就蹬，是吧？这是普遍的 啊，跟这吹手也是一样，吹手的时候你就放在那坐着烧着，那坐手是四手腰，不管我这么近手，你就想你坐着，肯定你先顶了，不是个大手了是吧？哎，也是后，你重心在坐着，你想这个地方，他肯定就想那个耳尖，你看他肯定两个手都来，两个手都来。大手，哎，大手，你想做这事儿，想做这事儿，这不来了吗？这不来了吗？你看我想这个，就打你，啊！你看这只有很有曲的地方，你看我这手一伸啊，你弄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腰子那个，我想的这个，因为这个腰子啊，
这个等到升水平以后我就想这个。哎，妹妹，这几个可不得了，你知道吗？我也想。哎，对了，你想听这样，你这样吧，你让肖子给你耳朝升水平，会叫耳朝，你看有没有？你看有没有？你看有没有？你看，啊，对不对？哎，这个，那么你说，那也把它关了，你把这手一压，哎，这个地方跟这方成水平以后，你就想这地方，想这地方就有了。你看，你看，你不管是这个接触我的，这个地方，那你靠我的，非常快。想这地方，想这地方，往那边看，往那边看，那边瞧，想这地方，你看，那边，那边，你看，你看这些，这是不普遍的吧？啊，所以今天来听讲的编的人消费就会打学的时候啊，哎，中心要肥想右耳朝，中心要做肥想做耳朝，你就那么想就完了，那你也省心了，也养生了，也出功夫了，对不对啊？啊，我跟你说，我当初没有见到我的老师的时候，我在后海，后海那个后海学校当校长。哎，那时候我早上出来看见有练功鬼，我看见练功夫练得好，我请人来教我吧，人家不认识我，不理我。第二天我又去了，还是想求人家教我。这时候出来一个年轻人，也五十多岁了吧，年轻得五十多岁。他说你那个那个找王培生去吧，王培生的耳朵都能打人。哟，这我听得很兴奋，那耳朵都能打人啊。啊，我他告诉我弟子，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啊，去了以后就我就说啊，我喜欢太极拳教我。嗯，他从一开始教我的太极方法，我并没有问这个耳朵怎么打人。啊，哎，就是跟着老师时间长了以后，老师你别问他了，自然就流露出来了。啊，所以说这个耳朵，哎，这东西是好东西。啊，嘿嘿，第二张，啊，你过来。刚才我说你听懂了吗？就能带上个大手，大手两个手多的，怎么样？来，你想你这个耳烧了，你就想着给人上了，不管我这么坚持，你就想着给人上了。哎，好，对，你说我这个，你给我吓着了，对，就傻乎乎的，就光想着给你玩。是吧？啊，哎，这个东西啊，你说他养生不养生啊？连他没想别的，就想这个地方来抓。哎，省心省力，又长功夫，是养到精气神儿嘞。因为他就是一年就专一。道家叫专一，佛家叫不二，不二法门，专一不二，想一别的什么都不想。这是大上手以后，有人出事而无人，没有人，明白这意思吧？没有人，你给我大上以后，既没有我的，也没有这个手，光有那个这地方才在你手里边。你在那儿，你看，他这出东西。你现在一年还没有完全到那个地方，到那地方他就来，是吧？没有看啊，就是坐下。我问你啊，这方法子我给你说了，但是这个东西啊，全得你自己。外应是通过内应起作用的。你说内应，我听说你内应还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他就把这思想还不能真正的安静，好像这个你要就进入这么一个意境，
这课堂里边什么都没有，无人，入了无人之地，啊，你的思想能安静下来，啊，安静下来，一点杂念都没有，让这个脑子里边有脑电两波，四个波段，哎，一个波段是高度的兴奋。一个是深度睡眠，打呼噜退子退不醒；再一个是平常唠嗑聊天儿，哎，再一种就是睁着眼睡觉，再一种啊，就是那个叫阿尔法波那波子，就是老子说的黄气呼吸，气中有什么什么，渺渺明灭，气中有什么什么。轰轰轰轰，其中有什么？哎，就是你的那个脑子那个，就进入那个恍恍惚惚、渺渺明明、轰轰轰，那个不的手上在出动。啊，如果你很机灵，气也很浮、很浮躁，那不管用。啊，非得静下来不可，你得进入那个意境。这个那练气功呀，那进入气功太得行了啊！你得进入那太极拳那个状态得行。像我那个老师说，那机灵鬼笑不了多少。啊，他说你聪明人笑傻子，啊，你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一，啊，就是在那一，第二我就不知道，那就行。哎，好人学残废。啊，好像这个手不是我的，哈哈哈哈，活人消死人，死人什么意思呢？死人是对外界的干扰没有反应，我的手去是外界干扰，如果你一注意我去的时候，那干那不行，这不管你来手不来手，我都没有反应才行啊，我就像我的意思行，傻乎乎的。就是万来生所言，太极练到顶头玉才能成功，玉就玉，没有一个人，这大智若愚啊！哎，就是你知道，我只要记住啊，我的耳梢，我的手上就是出东西，哎呀，这进入智慧啊，进入这种智慧。啊，就认识太极拳这个事物啊，哎，它跟平常事物不一样。哎，这个啊，还有就是这个太极拳借这个步子啊，一定要到位啊！这一个腿的前边、后边、左边、右边都有要求啊！你只做到一条就行了啊！像公共前边的要求啊，一般什么低脚、气垫脚、脚大的脚上下垂直。关键问题就是你那个气垫脚能跪到你那个脚那个指甲根上。那个时候就行了，那个地方就说上就说东西了啊，这是前边啊，这后边呢，后边就是我刚才说的大腿后边正中上下前后左右那个正中那一点，你手中那一点，那手上就说东西了，就是后边外边，外边是你的欢腾落在那个欢腾上，哎，你手上都有东西了。里边从内踝过，照腿就往这抽，抽到大腿根儿，哎呀，到了腰了，你看这个时候就行了。中间是摆回一个扭前垂直，一垂直就手上有东西。啊，你好比吧，咱们这个手，大拇指。啊，很好使，二拇指也好，二指也好，中指也好使，小指也好使，唯独这个无名指好使，连劲儿。
你的百会要给涌泉吹之以后啊，这无名曲就劲儿很大。你来听听，认真听我的歌，我跟你说，你知道我这想的什么样？我就求这个百会给这个涌泉吹之，你看无名曲都下大了，有吗？哎，这是中间啊。那么这个你一年不能什么都想，你想一面就行吧，对不对啊？最简单的不行，你不写太复杂哟，你起码你送一下这卡可以吗？把这卡视频卡送一下可以吗？送一下卡就手上就来东西了吗？公务员是公务员部，你送一下这卡这手上就来东西了吗？啊，让我们老师告诉叫辅佐连台，就是好像我是一个佛，我的屁股坐在莲花台上一样，你想象着坐在莲花台上那个手上来东西 啊那像一个箱子就能把人扒拉走了，你知道吗？哎，你看这想着啊，哎，你想着那个辅佐连台大腿后边，哎，哎，你看，你看，这个大小的，啊，哎，你看这个大的，是不是？哎，就是这么简单啊。说简单，它又不简单啊。你们理工大学那个大学生、研究生那个教授，你们风行去，为什么？我想了想，那给你发个手上出来这个东西了啊，啊。哎，这太极拳嘛，它是边缘科学啊，知道这个就中一下，知道这个是病。你说刚才说起来说不太清楚，太极拳也这样，我知道好使啊，但是你想说不太清楚啊，你给没我这个消息，你听我这说的都别让他们慌，你这就你跟陈婷干什么呀？杨洋，对不对呀？对不对呀？哎，这你再听听我这个手，你看这虎口这个虎口，虎口这个怎么样？就想这个地方，大腿后边，这个东西大腿后边，这个有一个通看门，中间这个叫承蒲，下面这个过了这个地方看门，中间这个叫尾中，就在。成我们每一种这个折中点那个地方，你想那个地方就有啊，你这个坐步这么你想那个地方它也有，这手上也有，你工作它也有，这一想给了你一把万能钥匙，把你太极拳各种事情都给你那个劲儿都打开了，那个，还有啊，那个像闪通命令，要是这个时候推人，你不要想这个时候，你想这个时候拖着方子的，这个时候你感觉出来了，一百个闪通命令，一百个闪通命令，动下去，把门动下去，你看，你想到你这个时候穿着方子，想到了吗？你看看到没有？是不是？是不是空手打人？是不是相反的？是不是反表导致中了？啊，那么你再来一个，你要给我说三遍，你听着，你给我说三遍。你看这是哪里？这空手打的，空手打的，啊，照我这么打的你，我告诉你啊。就我这个时候给我这个右脚说上话，脚后跟脚外侧脚小子脚大子，这个是我的大诉求，就是这个，空手打人啊，空手放，哎，这手不接住他，他把他打出来。这最有意思的是下一个，你看我这手啊，这还叫这是五个指头啊，五本麻绳，这么拧紧了，一松开就打他。
对不对啊？哎，还有你看我这手啊，在这上面画一个小圆圈，就把它打走了。空手，空手打刃，后手打刃，啊，哎，你看这个太极四个，你刚才讲的呢，哎，打的，你平常想的都是打的，知道不知道？你那边几点？你得掌握这时间。现在一个小时刚。再休息会儿。要不然您休息会儿，大家也休息会儿。雷金武，雷木生。雷金武是我的师叔，师叔是大爷，我也很清楚，因为这接触太少啊。这个我们这门儿的呀，我最早是。最先入门，不管岁数大小，就是师兄。后来我们的武术门上改了，随着年龄大就是师兄，不管你入门早晚。啊，你比如说钱玉钗，他入门晚，他岁数比我大，我们这习惯，我称他师兄。啊，就这样啊。那么刚才说你提到这个雷金武、雷默生，这我要说几句啊。雷金武师叔，我去拜见了刘海武师傅，我到过他那个地方啊。我找到雷师叔，我说雷师叔，我打上去，你给我指点指点。哎，那个，哎，那个，陪生比我更大声，说什么也不跟我说。哈哈哈说陪生说，哎，那这是央师爷在世，在央师爷就是从来不逞强好事。啊，我给我同去的一个人，还有那个沈波呢，他是四人大常委，他出来也这种，他非要推不可。后来那个雷金武就说，我给我的学生这个地方，他叫来他四个学生，大手就把那个学生给摔了一下。他的四个学生啊，你知道吧，他是那白德和庆功疗养院的领导干部，把他们的儿子高中毕业以后招进来，招进来干什么的，专门给雷金武学太极拳，工资单给发。这个就是消什么按摩，名义上是消什么按摩气功，实际上他就是消太极拳。我去的时候，他们四个人已经啊，城市太极、武术太极、翻桌子，都消了四年了。啊，这是培养人才的，人家怎么真培养出人来？哎，现在水坑下令绑架，水坑下令。那么说梅木生，我是上次头一次见面呀，画家，他编写了一本这个雷金武太极人生，这说明叫大道啊影现，大道影现。这个时候我学生给我看以后，我就翻了翻这个题目，我专看这个内容，其他我基本上不看，就看看雷金武他的内容。有人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内功的文章，太极内功啊，太极内功呢，那边也说了好多经络啊、穴位啊，哎，其中啊两个经络、两个穴位啊，都说错了啊。就一个是少泽，哎，少泽这个经络穴位部位就说错了。一个是智阴，消消子直接干什么？这个，哎，消消子直接干什么？这个经络穴位就说错了，其他都没有错，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穴位是干什么的，在太极拳里面起什么作用。
看他说东西了没有。结果翻了半天说滴水不漏。今天我不客气了，我把东西捅出去了。啊。哎。这你过来。提醒少哥在什么地方呢？首乡子之间的外侧，这个叫小长街。志英在什么地方呢？焦孝子之间的外侧，什么街呢？爬过去，爬过去的终点就是圣经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小长街跟新京交界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很厉害啊。你要不，就是少策，你的少策，你的志业，两家咱已经打起来，一算还打我，就是这个少策跟这个志业连着一条个无形的线啊。那么你这个跟这个连上了，你再把那个那一边的那边也连上了，让你看一下给走起来了，我150斤重了，对不对啊？哎，你像你摆个一马方中的架子，哨子跟智英那个无形线一列，你看一马方中的肩膀，他这个地方就靠着那个，你看这地方就靠着，你看那个这地方就靠着，就这么厉害啊！你再附上我的胳膊啊，碰上胳膊，你看看，哎，剪刀呀，这是剪，这是解放中，这是解放日。我在解的时候，我就上这回智英一列，这回就拿出来了，走，哎，啊，那么你要是跟着推手的话，我这一起手就上这回智英连上，你看净什么什么的，这连上，这啊，这是什么东西呢？太极拳，太极生两仪，这是两仪啊，这两仪这么踩上给你过来啊，这边给我瞅啊，他这个两个肾脏腰子是个太极托，哎，太极生两仪就是脊柱两旁的一个大筋，他从这儿起啊，他从这胳膊的底下冲到这个上面，上面这个地方，那下边呢？他从这个腿这个地方，交孝子的地方，哎，这是两翼翅膀，翅膀怎么蝙蝠？蝙蝠下，你看过每个电影《蝙蝠下》？你这一想到这个孝子的智能编构，你这个手上就，这对方就，啊，你就他就感觉不可抗拒。哎，那么你站起来，你就想象你那个少色位置这个指令连上了啊，一条无形的线啊，连上了，哎，来了，那个连上了，两个连上了，哎，现在来了，来吧，不是，就这个神经啊，没反复训练，你非得找找，你养成习惯，养成你把气手就练，让你气手就练，气手就打人，叫你。哎，少子会指引，你练的时候怎么练？这像一个铁道，这是中，这是铁道，铁道这儿，找前面那个指引去啊。哎，啊，你看你跟着我这个胳膊，你看我这手是这个，这个就这手是这个。
你看我这个牛，我就在这哨子水营一扫一扫一扫，就跟那圆铃光着接那个雷发的样子，咔嚓咔嚓咔嚓这么接，就用这个哨子扫前面有个指引的啊。哎，这个一大手一提手眼睛瞅着我，这手这样来说，哎，这次你就想着这个了，想着这个也不看我，想着他跟那个哨子的视频的，你看往前走，我老师你看你往前走，给他吧，哎，这飞马是最猛不可的，你知道吗？哎，这玩意儿这么厉害啊，但是以前这个东西啊都没往外传，你知道吗？反正我那师叔也是在试，他也不怪我，为什么呢？我他妈的今天给他捅出去了。啊，那么今天我先生师兄来了，先生自己这么大年岁了，他这么追求，这么上进，这么精品，你说感动人不感动人？当初那个谢老师给老师学习抱起心的时候，他挨了老师的凶啊，堂堂一个著名大教授的凶的很厉害啊，你看看他为了追求学这个东西，凶就学吧，凶过来学，这么在功夫这么发应这么答应，你看过来，你做一个保齐心，哎，那个保齐心的一下介绍吧。好的，现在我跟他讲啊，你们都记住啊，第一个意念是微底波，就是一巴掌不动那后脚跟，那后脚跟一年响的后脚跟七年多为一巴掌，听明白了吗？哎，就这玩意儿，他就那么想了想，再说一遍。啊，现在你就是那个意念，就是没几个这种叫好根儿，叫好根儿起来招你八根儿，现在我进手啊，随便推手你的印我，你看这边就是他就是你坐着啊，坐等着，坐等着，不管我这么进手，你们我进手，我进去了，不要光搬出来，你借我的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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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根一面，你看见了吗？该好懂的，尾巴都对付叫好根，叫好根起来找尾巴根，就这么着一面。好像那个尾巴骨跟脚骨呢，那个司机啊，有一条像那个日光灯管一样，那一条光，有点线，就那么一个意念，这是一，还有第二，再报齐心，第四件对等交大指尖，对等了没有？对了，对等了。这是哪人的啊？想叫大师，想叫大师，你看大小的，想叫大师，你看大小的，这是哪人的？家里还有啊，也还有，这叫你一个发人的，我谢谢。外心不动，外心不动，就想想不是这里动，后手要找前脚，后手找前脚，发人
就是空着的这个手，想要找前面那个胶去，就把我皱起来了，这是发愣的。还有，他是发愣的，你想着你这个大指肚摸一下你这个鼻子尖来，摸当，好，这是发愣的。还有一个发愣的，哈宝奇星，你在手里面拿着苹果要给我吃，哎，好，哎，这个都很好了是吧？我这一查两句啊，啊，当年黄老师教我的时候，绝对没有这十分之一。我给你再来，再来，告诉我呀，就是后脚粗，前脚细。后脚粗，想，后来老师生气了，先想前脚，后想后脚，然后磨练后脚后脚。哎，先想前脚，后想后脚，然后磨练后脚后脚。哎，真用好。先想前脚，后想后脚，然后磨练两句。磨练，不出声了，不出声了，这是意念。哎，先想前脚，后想后脚，然后磨练两句后脚后脚。这是正确的。我150斤壮人，他比我壮矮。他能不能激流起我来了？哎，他念两句咒，念三句都不行啊，只能念两句。我这是不是有调子？就是的。哎，掉了，掉了，慢掉，是掉了吧？啊，刚才我跟他说了，先想前脚，后想后脚，然后磨练后脚后脚，这就出功夫了。哎，反过来也是一样啊，搭起来，先想后脚，再想前脚，然后磨练前脚前脚，这几句出来了。哎，你打拳的时候，他无非是两个腿来回倒腾吧，对不对呀？就呼噜敲，呼噜敲，两个呼噜来回倒，呼噜里边有金蛋，不止长生永不老，也不大也不小，寸口千空都装了。那腿这两个呼噜压着呼噜，是倒头朝下倒过来的。那脚丫子就是呼噜罐，哎，那小腿呢就是呼噜的上边的比较细的那一块。大腿屁股大的就是后那种压着呼噜的屁大的那一部分啊，就这两个呼噜来回倒。哎，倒的时候啊，你就不要着急你磨练啊，要不然先上前脚后脚后脚，我这肯定手上了，再先上后脚再上前脚，磨练前脚前脚，对不对啊？那么这个转换的时候，他还一年还在这个，还在这个教上。过来以后，再教，前教后教，后教后教，后教前教，前教前教，前教后教，后教后教，后教前教，前教前教，前教后教，后教后教，后教前教，前教前教。这是我肯定你的手上的东西，磨练两句，三句都不行。一句也不行，那这趟拳你从头到尾都这么打呗，是不是啊？先下后脚，再下前脚，然后得前脚前，这给了一个钥匙，万能钥匙，你怎么把这个泰拳的狮子都给打开，保证你那手上都有东西，就得意万事地啊！啊，得着一个东西。那很宝贵的东西啊，就手上再不打那个空架子了，你知道吧？哎，
以前就是打了多少年太极拳和小框架子，里边是一点东西都没有的啊。你这伸手有东西才行啊。这样呢，我跟你说，既能健身，又能防身，一举两得啊。他省心省力，但他出功夫，你看他是不是一举两得？就是这个健身效果有，积极作用也有了啊啊，是就是讲的这个打拳这些窍门，你懂了一懂，你动作就出来啊。哎，下面我他讲讲这个推手啊。对，你要来讲两个人搭手，你推手你不要想推人家，你要想推人你就是贪功，一贪功就伤气，对健康不利。怎么办呢？自己的手跟自己的脚说话，这个气不外散，这是原因啊。不管他怎么来手啊，就是我这个手啊，老是跟我这个脚说着话了啊。哎，不是推他的，我是我的手照我的脚的，你明白吗？这叫上下相对，那就是什么上啊？手指上，脚趾下，颗颗留意啊，手不离脚啊，就不管怎么动，我这手指老是给我这个脚相呼应，你知道吗？哎，你手动我推你了，你只要你的手给你脚一说话，你这不就揍我吗？这是东西就揍我。这手叫什么关系？哎，这手呢就好比那是胡锦涛，这是邓家宝。这个脚是什么呢？继承权重，湖南户。他这两个领导人啊，他磕磕溜溜的，你给想到这个继承着这老百姓啊，他的一言一行都跟老百姓服务，不然的话他的领导人算什么领导人？哎，就你的时候必须给你的教授换一次，不要这样啊。你就是不管有人主事，我这么老大人站的，你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啊？你就是看见你的教了，你是他的，明白了吗？你推手你照这样推他，就能打不进来。不管你这么着，我这手老是给我的脚呼应的。还怎么着呢？啊，就呼了这个脚。那么打拳的时候就这么打的。啊，你看这个我这老先生，他给他后脚说话，一打击跟他前脚说话。这个右手再从这个前脚这个脚后跟脚外侧脚小趾脚大趾摸到那个脚大趾，这个再翻过来，哎，再找这个脚，再找这个脚，我这个手围绕着我这个前脚画了一个圈，到这个脚大趾，再到那个脚大趾，再从这脚小趾脚外侧脚后跟这么过来，围绕这个脚画圈。玉女插座是不是啊？到这儿了。你看我这个左手，这个指甲盖是划着我那个右脚，这个脚拇根、脚外侧、脚小趾、脚大趾，到那个脚大趾、那个脚小趾、那个脚的外侧、那个脚后跟，这个手在接上后脚跟啊，后边那个脚后跟在前面那个脚后跟，脚外侧、脚小趾、脚大趾，哎，老是围绕着你看这个手，这个手找这个脚，这个手找这个脚，你看这个手，你看。
从这脚后跟脚外侧脚小趾脚大趾到那个脚大趾到那个脚小趾到那个脚外侧再到那个脚后跟，哎，这个时候后边这个脚后跟这个脚后跟老是围绕着这个脚转，你那手上才有功夫，不然的话它没有功夫，手给脚是脱离的，花了主意啊，不深入群众，不关心群众，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领导啊？所以这个手不管怎么动啊，都得围绕着这个脚给脚，它是连着线的，手给脚是连着线，不能断，断了就没有了啊！不能忘了那个脚，时时刻刻想着脚，动手就想脚。你们做过连峰当时啊，那个前教授他是我们翻译的全人了，是吧？连峰当时我俩是当时怎么说的？安泰的故事，是安泰就是李唐琼，啊，谁都打不过他。结果有一天，人家突然把他抱起来，好了，就到那里去浇那块地了。这大地是他的母亲，他只有浇站在那个大地上，他才有力量。啊，作为共产党来说，你这个共产党，你必须依靠这个大地就是群众。哎，那么我打出来这手脚的关系就跟党群关系一样。假如你一动手，你不想叫，你脱离群众，你就不起领导作用啊！哎，所以你呀，从此以后动手就想叫，这叫更起功了。你要做这个用手的话，从这头起啊，从那个脚外侧绕上脚，哎。到这个脚后跟落下来，在这个从这个脚后跟起，啊，到这个脚后落下来，这更起更落，也叫起承转合，起承转合，啊，那你手上才有东西呢，只要给他脚一刷，啊，这手上这劲儿来了，啊，说记住。打拳的出处，手要跟着脚说话。哎，最有意思的啊，你过来。你看鲁西奥布啊，你说个鲁西奥布的样子。哎，你先坐回去，坐回去了啊。鲁西奥布又长钱干的，不要想着又长钱干。那书上讲的又长钱干，你不要听他的，不要听他又长钱干，你想又长钱干就错了。啊，老子说了，正言若反，说的正面话落到实处是相反的。啊，你现在就想着你前边这个脚不是翘着的，你得向那个脚底板慢慢的着地。你看这是不是想教来着？没有想手，结果手打了我了。你再来一遍，你好着，想那个教那个想那个教你本慢慢的落地。你看看，这是一，还是呀？你把你这个食指跟你那个天上那个教大子上来对杠。然后你想那个脚大子，再来一下，就这个狮子对着那个脚大子，你想那个脚大子，这个狮子就要打人，是不是相反的呀？动这个手不想这个手，想那背正啊，相反。你像野马方舟呢，你做野马方舟，哎，你看吧，你先想一下这个手的合作，然后想到后脚那个太冲，你看太冲太冲，对。
你看他就说他想着那个教教那个太空教大字教的是后边那个啊那坑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打住啊哎先从那边看这个教啊你手你摆上这样一个样子哎现在你就想前脚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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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前脚前前脚来回脚这么想这哎哎这哎这看完全是交打的人手上没有使劲儿也没有放意念这就叫用力不用力以前人都不信太极拳的用力不用力这用意念产生出这个劲儿来比你这个本领要大好多倍对方不可抗拒是不是是不是不可抗拒啊你说你说这怎么抗拒啊没法抗拒这怎么用力不用力我们太极拳就是用力不用力就跟人接触的时候就不想他想的是教我啊这个我说我今天啊告诉你这个东西很多很多的啊我可以对得起你们今天这个好好你随便记得我一条你回去手上得用对不对啊啊这里再不要啊好我也喝了水啊动是封阴阳，它没有动，它不封阴阳。动的时候这么封阴阳呢？你看我要出启示了啊！这鼻尖对着右脚大指，见过这个右脚前脚掌就变湿了，后脚掌就变虚了。前边是阴，后边是阳，一动封了阴阳了。我尾巴不是一动，那后脚边呢？你看右脚湿了，左脚虚了，这动是封阴阳。我这一边是正我的体重落在两个脚上，不封阴阳。啊我再问一个啊黄先生老师说头顶太极怀抱八卦交排五行是太极的这个不战之命你是怎么解啊头顶太极的思想里边老有个阴阳的观念太极是阴阳阴阳就是太极太极就是玩的阴阳哎好你看啊哎再熟的一点的这手背呢可是一样的啊哎阴和阳分啊你看阴和阳分啊随便睡那个讲啊来个人来来过来这个是这地方是阴我这腿的哪边是阴阴它是相合的啊你现在你推着我的手你推着你看你看那个碎你看那手我这一喝就出这个劲儿你也可以你看你拿你老公找你的血海让这你看老公找下来阴是合的阳是风的注意野马横舟你看这手背外头这是阳面啊啊这是阳面啊你想你两个腿的外侧那是阳面就是叫阳跷迈你想那阳跷迈回去你想就把它打起来了阳跷迈滚太极拳就是个阴阳你看吧我是说足篮穴位足篮穴位这个
好，来，现在这个手背对准左脚面，这手背是腰，那个左脚面也是腰，你向左脚面，向左脚面，向，你看，大起我来了，你看，向左脚面，哎，呈血相斥，弓步，这个时候对准前面这个脚的脚面，你再向前面这个脚面，蹬，你看大我来，呈血相斥，一血相吸，太极拳玩的就是这种阴阳。你离开阴阳的那是什么太极啊？有，那有自身的阴阳啊！你看我，你看我这个蓝小薇到这儿以后，到这儿，来，蓝小到这儿，你怎么我告诉你，到这儿了啊！看来，往前公布，公布了啊！看着啊，你想到你这个手指动，这是迎面的，哎。对准你斜脚这个脚这个直接盖那是阳面了，它阴阳相合了。你对上以后，这个就打起来了。这个，对，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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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对准脚直接盖，哎，你看，你看，打我了。这阴阳一相合，它这个地方就打我了。哎，你看，哎，这个太极拳玩的是自身阴阳。哎，自身阴阳呢，就叫自我父亲啊。这个，你看那刚才那个这个，这个手指肚，这是姑娘，那个教的那个是小伙子，那两个人约会，他这个时候就打我了。嗯，你看，那么你听听这个，听我这手指头，你看打你他打你，他这么打你的。他就我这个手指头对着我的指甲盖，我想这个指甲盖回来找手指头就打了你了，阴找阳，阳找阴。哎，那太极拳玩的就是自身的阴阳，自我夫妻啊，自我夫妻，这夫妻很和谐的啊。哎，这个和谐到什么程度呢？晋升入日方起，宋朝武桥都是甜美，日与君华下醉，更谢何处不分流。啊，哎，你这倒是给你这个伴侣啊，哎，阴阳的伴侣老在一块遛弯了是吧？在一块花前月下了是吧？哎，就是这个自身这个阴阳，哎。相合相逢，相合相逢，老是玩的这个啊啊！好，你还有什么问题？其实预备师傅还没有跟你讲的真东西，还没有跟你讲。我今天都告诉你，预备师想什么地方？肚脐眼，肚脐眼是什么地方呢？中极之轩，这人体，这个画上一横片，上面是阳，下边是阴，再画一个竖直，左边是阳，右边是阴，这个阴阳交叉的这个地方，非阴非阳，一阴一阳，叫中极之轩。你手到这个中极之轩，你就手上就出功夫了。我不说这个东西，就怕你们不打拳啊！你削到这个东西，我不打拳了，我光指了这个地方，完事了。不打拳不行，这削回这个掌握了，你还得打拳。打拳是健身的，每天抻筋拔骨、收筋活络，你还得走，还得用心。你不想那个，你我掌握这个东西，我就不打拳了，那不行啊！原来那个会长跟我说，我说没动没动，这个是这么出来，我说我能说出来不行吗？有没有这个叫共同的呀？一说就我说不敢跟他们说，说了以后他不打拳了，他就是啊，哎，等张老年休息啊，啊对，
我再说一句啊，我这个于女士那个歌卷上讲了，这个书上一手中计心不动，心静能御外来敌。啊，不管给我怎么来打，我就守着了不动，我就是硬，就应变无穷啊。哎，这个英雄所向无敌啊，这个无解不成，你知道我老是守着这个地方，我守我将，不比不亢，是吧？